是没了主张，云彩抵不住啊那个风的颓丧，雨水扛不了决河的浪，扛不了决河的浪，眼前的路一条条啊，哪有一条不拼的不颠倒，用尽全身的力，一辈子给人忙啊，到头来是个没家的人，一个没气的狼，哦，一个没气的狼，不能那样，别的那样，跟我就一世没了主张，云彩抵不住啊那个风的颓丧，雨水扛不了决河的浪，扛不了决河的浪，还没回来啊，到他三叔家去了，30多里路呢，能撩回来那么快吗？燕儿他妈，昨儿黑，他咋不依你？你问他去啊。老四这小子犟啊，他是怕我受不住啊。别说了，咱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这门，俺姐整整哭了一宿，不吃不喝的。二满，这事儿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他了。咋不提？你们就这样过一辈子啊？窝囊废。这些年我年年挣4000多分，可10分工才合2毛钱，我又得帮着二舅拉扯家，又得攒钱娶媳妇儿，能行吗？是这多好，白天有人给做饭，晚上有人陪睡觉。你懂个啥呀？咋的，七嫂没上你的炕？那你图个啥？
那滋味你当我好受啊？在七哥面前我活得像个贼，心里发慌，就像偷了谁抢了谁似的。那是你自找的，活得连点志气都没有，凭什么就让齐三皇子把俺姐抢走？那俺娘做主是俺娘的事，你要不躲着俺姐，俺姐也不一定就嫁给齐三皇子。这事不成全怪你。还没睡啊？啊，吃饭吧。哎，二马回来了。那字儿写完了？完了。哦。那朱四把那牌打完了，完了。那黑板上写啥呀？完了。我问你啥呀？完了完了的，你心跑哪儿去这狗够瘦的了哈，哎，现在呀人都吃不饱呢，它还能不瘦啊？我说麻麻，麻利点啊！好，快点吧，一会儿那干部就到了。这八狗有啥好看的？啥时候了不加火去？走吧，凡。怪不得人大伙都说。高主任下乡要了狗命了，你少说两句儿吧。带着你。这个这个倒是真金走啊。对，人工这两年咱们干啥啥怎么上去的，他这个产量啊他东西上不去。对，这个产量应该是
出来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来，好。哎，来坐，来来，老师，哎，到了，好，您这天够热的啊。对呀，到办公室就好。哎，你不是带民工到水库工地去了？听说你们要来，我连夜赶回来的。李队长呢？他怎么没露面？听说你们要来，带几人在那勒狗呢。有啥吃啥，勒狗干啥？多麻烦，哎，不麻烦。来来来，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。他咋上山了呢？啊！你俩有啥事瞒着我？啥事也没有。那你俩一宿都没合眼？有啥事就照实说，啥难心事儿，我心里对付就是。你就别操这份心了。你要是觉得日子不能这么着过，那咱俩明儿个就把行李给老周家扛回去。这事儿就算我拿错主意了，啊！我啥时怨你了？啥时说你错了？假过。来，哎，我这三哥，好饭啥吃？你到什么队啊？你们队就热情，这狗啊，到家见吧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哎呦，三嫂，你快点，好，好，好，行了，行，够了，够了啊！这赵主任呐，都听说你家就得一狗，你可得多吃点。孙子好啊，咱们都是实在亲戚，你看总成官衔干啥呢？你哥，啊，你听大英提你的时候啊，那都主任主任的。哎，外人总这么叫，他听惯了也就跟着瞎叫呗。那行，来，往后就叫妹夫。好，来，妹夫，哎，这个拿这个，来，多吃多喝啊。哎呀，喝，三嫂给倒。哎呦，我有喝，来喝喝。可不行，可不行。你们吃着啊。好，哎呀，来来来，来咱整一个，啊，整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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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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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来来来，张队长，王助理，吃，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高主任，嗯，你下次再来啊，让你换换口味，嗯，我们大队水库那鱼啊，那才肥呢，好。下次咱们就吃鱼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我说啊，嗯，咱别光吃光喝的，说说工作吧啊！哎，队里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嗯，德顺呢？你把那个田间管理的情况跟那个领导们汇报汇报啊！嗯，哎，今年吧，在这个抓革命土生产这个口号鼓舞下吧，生产形势还一派大好。嗯，哎，你就说田间管理吧。我们用这个史实早种啊，科学管理啊，这个方法吧，今天产量我估摸着提高两层没问题啊。有有有，别的管说，嗯，过长江咱不敢吹，嗯，哎，跨黄河那真贴铺着。哎呀，我说老三，倒油去，做足了。二百，衣服呢？啊。我还以为你在家呢。公社来人了，又在俺姐家喝酒，俺先闹腾。那你也不帮你姐伸把手？你嫂子在那帮忙呢。让你去你不去，昨天剧团和民工联欢了，晚上还交样板戏了呢。你咋去一天就回来了？是不是听说勒狗回来混狗肉吃来了？那吃狗肉还轮不到我头上，那水库断顿了，那民工净喝粥干活，我这是回来让生产队送粮去。那你快去吧。哎，吉生，你干啥呢？画张画，遛遛狗。都画熟了，你们集体户都放假了，那你咋没回家呢？哎，我问你话呢，你咋没回家呢？等我有家的吧，不放假我也回家。
这队里的情况吧，哈，我就没啥补充的了。就像那个德顺说的那样，我们队里是形势是一派大好，哎，就等着社员从那水库回来，到那大地薅一遍大草。现在啊，这个资本主义啊，又有所抬头啊。你们这个沟里头还有小片荒吧？小片荒？有小片荒吗？有吧。这项工作呀，要抓一抓，啊，派几个人到沟里四处转一转，让他们都带上镰刀，看见了就看。哎，俺说妹夫吧，那苞米棒子都秃鹰了，过个五七六天的就能灌浆。吓得家家户户的都断对儿了，你说就是匹青呗，那也能添补添补啊，割了多白瞎呀！我说三嫂啊，割他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来来来，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呀，非贴着根儿给他割下来不可。今天你让他收了，来年他就还种，小片荒越开越多，不得了啊！那人民的江山还要不要了？对吧？各种上对。这一面坡上那个干木匠活的人查出来没有？摸着点影。要顺腕摸瓜，把他找出来，做个反面教员。吃完饭咱们就来个攻其不备，到那一面坡去。哎，弟兄，你不累呀？咱俩唠会嗑不行吗？画啥呢？还行啊，弟兄，有两下子。呀，你这画的是个小姑娘啊。哎，二马，你过来看看她画啥呢？别停！给我呀！画坏了，你看，哎，画的咋样？咋样？画的像你不？画俺干啥？是啊。你画人家干啥呀？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你说啥呢？哎呀，缺德鬼！你干啥呢？你就……哎呀！哎，芳芳，你咋跑这儿来坐着了？咋的？干活干累了？忙活完了，歇一会儿。啊。哎啊！你咋没陪着他们喝酒呢？咱一个马官能上得了桌吗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愿意跟他们凑合。那你干啥来了？咋的呀？那不干啥就不行来啊？哎，让我坐。哎，芳芳。啊。那烟斗你啥时候给我做啊？一个木头疙瘩有啥好的？哎，那可不一样啊，经你手做那东西啊，抽起来味儿就不一样。你别离着我这么近，让人看见了多不好。怕啥呀？坐一会儿怕啥？你看你真是。二满，二满，三嫂。哎，芳芳，看见二满没？没用啊。哎呀，你说家里忙这样，越忙越不见人影啊。三嫂，我来忙活。好，你去，你爸照顾一下。那个韭菜供足了啊。哎，俺出去一会儿，马上就回来，你快去吧啊。哎哎，芳芳，我那烟斗呢？园子里呢，啊，
七嫂，朱四他是不是到一面坡去了？七嫂啊，他是不是又出去干木匠活去了？他的事你问他，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。你犯也好，不犯也好，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。公社来人了，说朱四正在搞资本主义呢，要抓他。他要是真被他们抓走了，就得捐起来。俺是为了朱四，冲你呀，哼！快点啊！走走走走。不躲，快走吧，能躲还是躲躲吧。不躲，走吧。不躲，我不走，不走。走吧，能躲还是躲躲吧。往哪儿躲？到山里边呗。那不早晚得回来吗？可眼下抓不着就行呗。走。那木头咋整啊？哎呀，别顾财不顾命了，走啊！咱趁啥呀？这人有人就行，走。是不是队长？看见了吧，阶级斗争多复杂呀！主任呢？我找到了一把斧子。看，我们还没到呢，人家得到信儿跑掉了。这小子鬼道，把这小马架子给他烧了。烧不得，跑了黄火怎么办？三哥，你这个队长脑袋里缺根弦啊。对对，下半晌我派几个人把他拆了。护林防火，这么的吧，把这个小马架子上头挑起一面防火旗，一入秋就派个社员来看山，全公社你这可就成了护林防火的典型了。好，下晌我就把旗子挑出去。哎，高志，你看这还有个行李卷呢。这是行李吗？这是一堆破棉花套的，夏天是传染病流行的季节，别碰它。哎，高主任，嗯，你看这苞米还热乎呢，刚跑。嗯，这人跑得不会太远，咱马着踪迹搜搜吧。嗯嗯，别走。队长啊，这两条道马哪条道干呢？高主任呐啊，在这大山里找个人难呐，赶他妈大海捞针了。这么的吧，人呢必须抓到，啊，三天之内送到公社去。来，把这斧子保存好，这是罪证啊。这信儿咋跑的呢？我回去好好查查。高主任呐，这人都跑了，这三天之内怕是……哎呀，开动开动脑筋，发动发动群众吧，想想辙嘛。走吧走吧，没事没事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我是这么跑了啊，
等不等？衣服都刮破了，这不结实了。再做一件吧。不做了，还得花布片。你找老江婆干啥去了？啊！老娘们之间的事儿，都得告诉你吧。你在外边跟谁说什么话，办什么事儿，你告诉俺了吗？你他妈还嘴硬啊！我们到一面坡补了个空，让我在那公司面前丢了丑，他们说我啥？说我抓工作不力。那你咋不好好抓抓呢？你没告诉他们，咱家那碗架子是朱四打的。你用不着总拿那个破玩意儿他妈敲的我，他妈急眼了，我他妈劈了他。你劈呀、啊？哎，那有斧子，劈呀、啊！哎，你等一会儿，我给你闪开道，别打你害，劈吧。你他妈寻思我不敢劈呀、啊？我劈了，咋的？劈了，劈呀、啊！你其实劈呀、啊，你把他劈散架子了。你寻思我不敢劈咋的？我他妈的，我！你使劲劈呀、啊！你妹夫不都说了吗？那割资本主义得贴根割，你咋还留茬呢？我不批了，我再批，那往后使啥呀？呀，齐三荒子家还用啥碗架子啊？哎呀，马大满，你今天想气死我呀？又干啥？我今天我他妈不想了！齐三荒子，你要干啥？我是干啥？二满，你闪开！我这不要你管你！哎呀，干啥你？哎呀，你今天姐俩一块儿上啊？哈，一块儿上吧。哎呦，你他妈真整啊你啊！不给，姐，姐，姐，咋了？你都赢了，还哭啥呀？齐队长，干啥气呼呼的？有事儿啊？当然有事儿了。木匠呢？把朱四给我交出来。齐队长，你找朱四？我们家姓江。你说那不对呀？那朱四是你们老江家招套骨子，他犯事了，那不冲你们要人，管谁要啊？他犯事跟我们有啥关系啊？我们闹掰了，他一甩袖子走了。你别给我装傻的，啊！今天晌午我老婆到你家来过吧？那德九亲眼看你的，你们都唠些啥了去？燕儿他妈，马大满是来过，我们也唠了不少。说啥了去？说啥？说我们老娘们之间的事儿，跟你们老爷们没关系。笑啥呀？
朱四跑了，你跟我到公社去一趟。行，我去。齐队长，你可不能把他带走啊。别怕，孩子爹。啥时候走啊？那你总得让我把家安顿安顿吧。明儿早去吧。吃完早饭我就在队部等你啊，要是不到那就是个事儿。跑了和尚跑了庙呢，我他妈这屁股。上车吧，咋的？不敢去了？妈，不去，咱不去。听话点点，妈没事儿啊，回去吧。回去帮你爹带好三样啊。妈，不不，你不能跟他们去。行，那回去吧。不去，咱不去。队长，拉倒吧，那朱四儿也跑了，你说再把他抓起来，那老七家咋整？那公社光我要人，那不抓他，那你去顶啊？我也不是木匠，人家也不信呢。那我不管。妈，你不去，不去。好了，孩子，别哭了啊，听话。他们不会把妈怎么着。妈，你去了我咋办呢？没事，妈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别哭了，听话。好了。上车吧。走，妈，大爷，妈过两天就回来了。过两天你妈就回来了啊！齐队长，听话啊，没事过去吧。啊，帮你爹带上三鸭啊。那民工口粮的事儿，现在上哪儿弄粮去啊？你没看见队里那屯底儿都空了吗？别哭了，你那个嘴好使，你好好做做思想工作去。啊，回去帮你爹带三鸭啊。那我回来那天，那民工就用野菜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家家土豆子下来了吗？啊，挨家齐，放出民工的一家50斤。中，梁哥，走。三嫂啊，哎，是不是说江七嫂让你家齐队长啊给带走了，是吗？朱四啊也跑了，七嫂啊也怪可怜的，眼下招了个套骨子，这日子刚过得好一点，只有摊上这事儿，
人呐，这就是命啊。哎，三嫂，你信命不？芳芳，俺看你命就挺好的。俺听说你家德顺要到公社的联合厂去当会计去了。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人家公社啊还没点头呢。嗨，那不就算有谱了吗？现在的事儿都难说，我们家公社又没有人。社员们注意了，凡是家里头有在水库上干活的啊，每家那个交50斤土豆子，把那个土豆子都送到队部去。社员们，嫂子，你挑谁呢？啊。哎，三嫂，我帮你挑家去呗。哎，三嫂，你生气了？那今天这事儿吧，它真不是我一个人使坏。我从水库回来，向生产队要粮，那正赶上齐队长喊你，给那个高主任敬酒，我就顺嘴说了一句，你在老姜婆子那儿呢。那高国兴就得意齐三花的那条狗，那齐三花的偏要得意你这条狗。我就愿意听嫂子唠嗑了，那说话实在，骂人都好听。滚！哎。社员们注意了，赶快把这个土豆子送到队部去啊！停啊，你到那个公路对更的小卖部给我买盒烟去。那咱把车赶过去，到时候就买得了呗。你去吧，我跟七嫂唠两句。哎，买握手的啊。七嫂，你看公社冲我要人，你看我也没法子。这么的吧，你到公社呢，把朱四的去向交代出去，我跟我妹夫求求情，今天就放。我也知道七嫂这个人重情重义，不愿意供出朱四，就不供吧。我也拉你一把，啊，我跟我妹夫说说，对你宽大宽大，啊。日后事办成了，可别忘了兄弟对你的好处啊。哎，有没有劲儿啊？有劲儿，有劲儿，就这个地方可不太对劲儿。哎呀，谁呀？宁啊，是我。是三哥。三哥来了。呀，三哥。哎呦，三哥来了。哎呀，我说妹夫，你这咋整的？哎呀，咋的了？这次下乡检查呀，在兔子岭碰上大雨了，没处躲，没处藏的。哎呦，我这个膀子缝啊！哎，别起来，躺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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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坐起来说会儿话。哎，三哥，喝水。这膀子受寒呐，那可真不是个滋味。可不是咋的？三哥，我给你整饭行？哎，英子，别忙活了，我吃过了。你看你呀。那每次上公社来，你咋还都在街上吃呢？可不是咋的，跟我一起来一个车老板子，随便在外吃一口得了。哎呀，一块来呗。你打发他们在外边吃，你就来家吃了。行了，我说妹夫啊，我今天是来送人的。哦，就是一面坡那个。好，我说嘛，只要开动脑筋，发动群众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了。那人交到公社了。交了，就是那个咋的了？是个女的。嗨，时代不同了，男女一个样。女的靠资本主义也得通过劳动好好改造改造嘛。他家里那个爷们身子骨垮了，还一大堆孩子。我寻思，哎，哥，你就听主任的。哎，小凤啊，你三舅来了，你没看着啊？
咋还连句话都不会说了呢？爹，我那副新扑克呢？一天光知道玩，连个书都不好好看，一天光寻思啥嘞？没规矩，都是他妈活着时候把他惯的。大英子进门以后呢，又舍不得说他。那是你们家的姑奶奶，我可不敢说，像个祖宗似的供着。你看，那跟我还像仇人似的呢。孩子还小，还小。英子，把他拔下来吧。哎。哎，慢点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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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点，英子。这块咋是泡了呢？哎呦，疼啊！这个，哎呀，我给你揉揉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我说妹夫啊，嗯，我今天送了那个女的，这个事儿咱再商量商量。这事儿就这么地吧，你把人带来了就甭管了，回头公事统一安排。来，三哥，抽烟。哎。我正有个事儿要找你，那我这样，你就来了。嗯，你们大队卫生所有几个大夫？俩吧。我那老兄弟是个医生，在黑龙江那边干的有点不太顺心。嗯，最近回来了，我想能让他在你跟前儿，不都有个照应吗？哎呀，我那生产队也没有卫生所啊。这我知道。我是说你们大队，哦，哥，嗯，咱二叔不还在咱大队当书记吗？还当着呢。你跟二叔说什么？就是不冲着咱们，冲着主任，他还不给个面啊？哎，不能拿官压人家。你可以跟老七头介绍一下，我这个弟弟医道不错，在哈尔滨中医学院还念了两年书呢，净在外边混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见着他吧？可不，老五啊，你过来一下，准是看书又看迷了。国亮，国亮，哎，你过来一下，啥事啊？哎，你过来吧。哎，老五啊，这是你嫂子的三哥。哦，别看你大他两岁，从你嫂子这儿论。你也得叫三哥，三哥，哎，哎，高大夫，坐坐，哎，不用坐，您坐。啥高大夫啊？就叫他国亮啊，国家的国，光亮的亮啊，就是亮堂那个亮呗。哎，这名字好，这名字好。来了一会儿了哈，哎，刚到，刚到。哎呀，这你看人，这文化人还净愿看书啊，三哥。五子的事儿咱再说说呗。那高五子底细咱一点也不知道。他医道咋样啊？我不摸底儿。他一直在黑龙江那边干了。嗯，脾气跟他哥是两路。媳妇儿跟医院里的什么一个主任搞上了。人家二话没说就把媳妇儿让给人家了。家里的东西一样也没要。工作也不干了，就跑回来了。你说把他哥气的呀？这医道高了低了咱不说，是不是？咱们那个大队卫生所已经有俩大夫了，二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呀，三哥呀，你再跟二叔好好说说呗。这个事儿，你可给他办成了啊！哎，高主任，先放扔下那两个丫头。一天呢都烦死我了，他再一回来屋里屋外晃来晃去的，晃得我直迷糊。再说了，你帮了高主任这个忙，那往后得了你有个啥事儿？快拉倒吧，他今天就没给我面子。我送来那个人谁呀？老姜婆吧。哪个老姜婆子？嗨，姜老七媳妇儿。英子，我走了啊！哎，三哥，三哥，你，哎呀！天上一上来，雨打柳叶垂，破
那是。